5月27日，周深飞往河南机场，路透出炉，这让人有点惊喜。至于去河南做什么，视频后面会说到。新况，周深和工作人员沟通，反拍出炉。5月27日，周深微博 IP 地址变成河南，网传与河南卫视晚会再次合作，让我们看看能否变成遥遥领先的预言吧。很多生米担心奔跑吧11录制完成以后没有新瓜了，结果周深又来到河南，没有暂停营业，所以不用担心青黄不接了。周深这几天真的是空中飞人啊。